欢迎回来，进击的巨人，我是老头啊！非常的感谢各位继续支持这个连载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一样是赞，继续给他按下去，大力给他按下去，按到他凹车为止哈。那一样也是把它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所有人观看。OK，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啊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啊，老头呢，私底下呢自己跑去练了一下、哦。啊，给各位看一下我们承接的这些调查任务呢，老头第一阶段基本上100%了，也获得了不错的一些道具跟素材啊。到时候你会看到老头在战场上那个外观不同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稍微先跟他们这个 NPC 讲下话吧。啊，伊塞尔·兰格纳为人类在死前奋下写下所遇到的巨人啊，这个应该是。我们调查兵团终于有进展了啊！有一个人他在死前啊写下了一些关于巨人的事情啊，这表示世界上存在具有智慧的巨人啊。有人啊，就我们的兵长认为是瞎掰的啊，兵长认为是瞎掰的。嗯，我们来看一下佩佩哥啊，佩佩猪、啊，我们叫佩佩猪好了。就结果来说，多亏这个汉吉分队长鲁莽的行动啊，才能把拿到成果啊，很鲁莽，超级大鲁莽，是吧？在失去马和武器的情况之下，还能写下这些情报，伊尔塞兰格纳真是勇敢哇！他调查这些情报，死前牺牲呢、欸？啊，这牺牲算值得吗？其实我也不清楚啊。啊，对于他们这个收集调查这些资料的这些兵团来讲说，应该算是非常的稀有吧，算值得吧。哇，光是捕捉就牺牲好几名士兵，哇！所以说，在他们这个世界观里面呢，要捕捉到这个，哇，这个女生的声音好可爱啊、哦，可是长相我不喜欢啊。就是呢，要捕捉到这些巨人非常的不容易啊。啊太难抓了！汉吉队长居然乱来啊！马克奈，一切全部都在讲汉吉分队长的事情。他看见了这个手册之后，更加的兴奋了。啊，原来真的有智慧！然后立马娇羞。居然会讲出有意义的句子。还能沟通，这么屌，是哪个巨人会讲干话呢？里面写着巨人的表情变了，他的姿势仿佛是在对我表达敬意。哇，会敬礼是不是？同为调查兵团的伙伴，能找回他真的是太好了。是啊，带回来就只有手册和外套而已，不已经很好了。啊，线上尸体。很可惜，尸体没找回来，尸体不见了。好，不要不多说，我们继续开始吧。你看，脸红了，总算找到了。我知道这个艾尔，我一定会奖励。啊，他说快看这个，我们过去奉陪到底吧。他到底想干嘛？啊，汉吉分队长，可能是捕捉到巨人，非常的兴奋吧。啊，不然呢？还有什么可以让他这么兴奋的？他自己构思的装置啊！被害を最小限に抑えて巨人を捕獲できるはずだよ。这么屌哦！なるほど。真是好点子。そうでしょう。じゃあいいよね。巨人の捕獲作戦を許可してくれるよね。そうだな。也好，没关系，我答应你执行作战。哇！身为一个团长，要做这种行为，其实都是非常需要 过多的思考啊，要深思熟虑才行啊。有一帮饰演田鸡，开始了。有没有看到我身上的武器变得武士刀了啊？啊，这把武器超强的。鈴木、やることは変わらない。鈴木、私も行きます。俺たち特別作戦班の任務、巨人捕獲の援護だ。
怎么那么远啊？巨人捕捉作战。我觉得用飞来比较快耶。哇！複数の地点から演算救援要請です。まとめてあげて。こんなに散らばって。作戦開始地点が一箇所の。邪魔だ。何をやらかしてやがる。救援して回りますか。それとも先にハンジさんと合流すべきでしょうか。行く。狙ってくれよ。別行動。じゃ仲間なし。これじゃあ俺の方が巨人に捕まっちまう。杀掉轻而易举啊！哇，我要掉！啊，老头已经不是之前的老头了。啊，现在呢，老头是动作非常敏捷的老头。啊，好像没有什么变了。哦，因为怎么讲，已经习惯了。这些老头玩那些调查任务的时候啊，这些操作我已经完全都习惯了。所以说，现在这些敌人对我来讲是小 case 啊。超级小 case 好吗？刀断了，起呢？哎，居然没丢刀！解决！呜呼！哇，又来啦，永远打不完啦！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ました。軍隊長が手分けして捕獲地点を探せというもので。忍耐，忍耐，等我一下，我这就来了。我不习惯骑马了，先跟各位讲一下。小 case 了。まとめて相手して。哇，冲击力不足。来吧。你们都是我的材料，轻轻松松，还剩下一只。啊，忘记空中换刀了啊！算了，啊，他是可以很帅气的空中换刀啊，看来这是来不及，哈哈哈。好了，应该不会再有副任务了吧？すまん。アンジの指示で手分けして巨人の捕獲地点を探していたんだが、この兵力での参加はリスクがでかすぎた。すぐにアンジと合流しろ。俺の敵だ。まとめて相手して。お、按错了。哈哈哈。どうした？
に行きやがった。ごめんよ。でもここいい場所だろ。罠の準備のために周囲の巨人を。轻轻松松。やる。ハンジさん、捕獲する巨人を残さなくてもいいんですか。まずきっちり罠を設置する必要がある。捕獲する子は他に見つけられるかな。哇，三二五五还蛮高的嘛。好，我们要捕捉这个巨人了，要怎么捕捉？要把他杀掉还是捕捉啊？其实我还是不是很懂哎。讨伐大型巨人等，确保捕捉地点的安全。好，所以这还是要杀掉嘛。那杀掉咯。好，成功了，大成功！罠の設置を頼むよ。私はリヴァイと捕獲対象を連れてくるからさ。啊，完了，我们的氧气钢瓶不够了，必须骑马了。北の採掘場跡で捕獲しやすそうな。小さめの巨人を見つけておいたんだ。哎呀，没瓦斯嘞，怎么办？小柄なこと、少し大きめな斜め。三公尺、七公尺、带了各带一个是吧？てめえのクソみたいな注文を聞ける余裕があればいい。朝采矿场前进。采矿场，这里吧。我可以从这边上去吗？那这样子马不知道会跑到哪里去，不知道啊。哎，看来不行。哎，这么近啊！来吧，我要钢瓶。没有钢瓶啊。没有钢瓶什么都不行，快给个钢瓶啊！你们这些家伙，我知道骑马了。这里没有看到任何资源包，刚刚我早知道拿了。ハンジが連れてこいっていうのはこいつらか。兵長、はい。是的，按照汉吉吩咐的要求，已远离了，将巨人等引至捕获陷阱。捕获陷阱在哪里？哦，按下挑衅之后，巨人会更容易被附近敌人盯上，在引诱巨人欲将巨人的目标变成自己的时候，增加利用吧。素晴らしいね。啊！飛行士ならここにいるだろう。算啦，好，成功了，这样就成功了吧？有了，躺在地上了。还有一只，我知道。連れてくるのは厄介だったから、捕獲は随分あっさり終わったな。ちゃんと罠に入っていい子だ。成功了，还是还要一只。もう一体、友達も捕まえてあげるからね。好，购物几架，然后这边呢需要帮忙一下了。GG。来，快点！兵長、援護感謝します。来吧！哇，在跳舞哎！嗨，你好。他居然是眼馋。我已经靠得很近了啊，为什么不理我呢？哦，有了，哈哈哈哈哈！
麻烦的家伙，快点！已经盯上我了，就来吧！哎，加油加油，跑得快！赛轮车跑得快，上面坐个老太太，要五毛给一块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给你哦，给你哦，就是加啦！哇，我们跑太快了，他完全不鸟我了。八七这边，然后挑衅根本没用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挑衅对他完全没任何屁用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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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拜托你看看我 ，Look at me, 先輩。啊，看我了 ，Look at me, 先輩。先輩，进来，先輩。哦，先輩来了。Look at me, 先輩，请你下来。今だ。マナを起動するよ。不知。中奖哦，终于！干，这次也太难玩了吧，麻烦死了。然后呢，两只都捕获了 ，BOSS 也要出来了吧？结果这一场没有 BOSS， 耶呼！まずい。巨人が近づいてくる。かなりの数だ。はいよ。巨人は運搬できる状態じゃない。リヴァイ、なんとか守ってくれ。総員迎撃しろ。全体迎击。巨人を運ぶ準備の邪魔をさせるんじゃねえ。全体迎击了。まだ残っている捕獲用の罠をうまく使えば、巨人を足止めできるはず。私がやります。おとなしくしてろ。まとめて相手して。直接杀光了，不刷材料了。看到自己同伴被抓，所以说全部都冲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就这两只根本没有在鸟的啊，他们好像在刚路过的那种感觉。解决。了解しました。まとめて相手。有，剩下三只。哎，掉钢瓶了，掉钢瓶了，我怎么没发现？哦，钢瓶哥，我好想你啊！钢瓶哥，我叫修捏呢。先捡钢瓶再说了。哦，原来是尸体的钢瓶。哥超需要的，来吧。哦，复活了。这我们抓到的吗？那边还有两只，一大一小。感觉他们都会一大一小分组进行的感觉，我的感觉啦。剩一只，3616。好了，任务成功，终极 BOSS 出现了，居然右边跟下面呐、啊，啊你两只，15公尺巨人，交给我了。
了解，狼烟释放。お前ら腹をくくれ。哇塞，好硬哦，强壮的双腿。有了，现在解除他的封锁。好，解除了。哇，太慢了。剩一只。ありがとうよ。刀断了。破了，讨伐成功。啊，终于啊，这一关有点难玩了。今のうちに捕獲した巨人を運べ。耶呼！阿内，你有怀疑不？聞いてくれ、モブリット。巨人の分隊長、浮かなすぎです。这种感觉就像是女朋友在旁边任性，有没有？不行啦，人家一定要抓到，人家一定要啦，我不管啦，那种感觉你知道吗？那种狂鲁哎。人間を食う一族がいた。巨人のことじゃないよ。また始まったよ。命名仪式又开始了。彼らは山の中腹にある洞窟に身を隠しというわけで、その一族を率いた男の名前を名为四メートル級がソニー、七メートル級がビン、ビンだ。ソニック。啊，太扯了。抱歉，时间有点长哦，因为光是拖巨人那边就浪费我一大堆时间啊，所以只有 C。不好看，算了算了，过了就过了，懒得继续重打了，好不好？有新军马了，好的，好吧，那我觉得今天差不多也该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系列呢，记得左下角一个赞啊，让赞数越多越好，给它按好按满，然后以及下方留言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亲朋好友观看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次进击的巨人再见了，拜拜。